根据之前的怪物数据分析，我们发现怪物的进化是不定向的，而在这些新进化，我也是注意到了这点。与其说单纯的当作交通工具，倒不如说是我们把它们当作了坐骑，不仅可以用来赶路，也能操控它们发出破坏力惊人的攻击。如果能熟练地掌握驾驭它们的方式，能让战斗轻松不少。所以我希望，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游戏里的某种系统，是 Bronya 的影响吧。我一定会完美。小羊，这可是构装体怪物，我要用看到宠物一样的语气喊出来啊。队长，我们就用它来练习吧，你之前嘱咐过的，要学会如何去骑乘构装体怪物，这能提高我们的战斗效率。看来卡罗尔这次有好好听牙医队长的讲话哦。嘿嘿，我已经不是原来的卡罗尔了。又被无视了。基友，你应该和我是同样的看法吧。喂，难道只有你也在无视我吗？哎呀，前辈又开始说大道理了。好了，其他的话先说到这里吧，先想办法骑上这只怪物吧。交给我吧，队长，只要吃我一拳，小羊就会乖乖听话的。卡鲁尔，不要老是想着一个人解决问题，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。好的，队长，我知道了。那就行动吧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，前辈？抓到你了。感觉骑着小羊好方便，要是可以养一只就好了。卡洛尔，现在还在任务当中。啊，队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如果能找到方法驯服这些怪物就好了。有道理，如果能让怪物帮我们战斗，那就省力多了。但这些终归是危险的构装体怪物，我们暂时无法做到长期控制它们，所以还是先将骑乘的方法掌握好吧。好的，队长。这里似乎是一个很适合练习骑乘的场地呢。这个怪物也能骑上去吗？不管在游戏里还是在现实中，这样的机甲我都驾驶过很多次，但是驾驶一只机甲形态的构装怪物是从未见过的设计呢。是不是得先找找它的驾驶舱在哪儿？虽然外表不同，但到底还是构装体，和机甲还是不一样的。之前我们实践过，骑乘其他怪物的方法同样适用于骑乘皇帝。所以我们真的要骑上这个大家伙？
是的，利用月之环，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。太酷了！燃尽吧！快走开！切！重拳出击！啊！哈！呵！切！呵！呵！这家伙也没有想象中的难嘛。哦，真是夸张的破坏力。好的，队长。嘿，这种怪物似乎只在亚天魔城附近才有，之前也没有发现过可以骑乘的个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怪物们进化了。当然要了。出发，出发！嘿，重拳出击！啊！地之环，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！一击必胜！呵，呵，呵！嘿，哈！你就去，撤！左右开弓！啊！燃尽吧！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配合。你就枕头五号。枕头五号，充能完毕。好，好快！
我们要去哪儿啊，前辈？这类怪物的速度显著高于其他种类，合理利用他们的特性吧。明白，牙医队长。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，一击必胜。干得不错，现在让牙医队长来考验一下你们。啊，又是考验？不，没错，我是说过，而且这段时间我一直有好好训练的。来吧，队长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拿到优秀的。好呀，那我就说一下这次考验的内容吧。在任务地点，我们发现了一群相当棘手的敌人。不过根据我的观察，这批怪物中有不少可攻其成的类型。经过之前的训练，我想各位对于其成怪物的技巧已经很熟练了。所以牙医队长希望我们利用那些怪物。合理的利用其成的技巧应该可以让这场战斗更加轻松。这么说的话，这次考验实际上就是一次清剿任务吧？也可以这么认为。但如果你们表现好的话，牙医队长还是会给出优秀的。就是这里，等你们的好消息哦。好险好险。是我赢了。燃尽吧。全力以赴，小琴，我掩护你。走开，让开！重拳出击，来！是我赢了。
哦，是我赢了。好的，利用了可以骑乘的怪物，采取了最有效率的作战方式。我都没想到你们的战斗技巧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。对于这次行动，我最终给出的成绩是优秀。好耶！继续加油吧。可能你自己没有发现，相比在圣弗雷亚的时候，卡罗尔，你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战士了。不只是卡罗尔，大家一路走来都成长了很多。虽然我没有全程在场，但 Bronya 给我讲了不少你们的故事。从并不熟悉的两支小队，变成如今配合无间的一个团队，如今的你们已经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天命战士了。这么直白的夸奖，我都要不好意思了。谢谢牙医队长的夸奖。对于这样的团队，牙医队长给出的评价是非常优秀。非常优秀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回家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老妈。不要骄傲哦，今天的评价都是给予团队的。如果想要获得个人的优秀，卡罗尔，你还需要再努力一些。哦，没问题，下次我一定会把个人的优秀也拿到手的。是啊，是你啊。没什么，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。不过你来得正好，带起装备和我出去一趟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行事小心谨慎呢。不过如果和 Bronya 他们一起来，就没法达成我的目的了。很简单，我要在这里和购装怪物战斗。怎么了？看你一脸惊讶的表情。我因为之前的负伤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实战了，需要恢复状态。何况比起我们在圣方丹中心侦查时，又出现了一些新种类的怪物，我也得熟悉他们的能力和特性才行。博士们还等着样本和报告呢，这些总不能都推给 Bronya 吧。原因有两个，首先这里有大量构装体盘踞，用来热身是最适合不过的场所。其次，这里的构造到目前为止也还是个谜。既然这里是我们所知唯一的通往圣方丹秘密核心的地点，对它一无所知显然是不行的。对这里进行一个较为彻底的探查，同时清扫聚集的怪物，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课题。本来我是打算一个人来的，但是我突然消失，恐怕会让大家担心，有你在更稳妥一些。时间宝贵，没有其他疑问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等一下，看那边。那些怪物，体内的能源指数正在膨胀，他们似乎在从结晶中吸取崩坏能，如果不加以阻止，他们可能会成为极大的威胁。我们上。不要让他们再靠近结晶，迅速歼灭吧！全力以赴，进来！停，我来帮你了，这样。雷电幻蓝，斩！斩尽吧！勾换阵型，切！
用月之环扫描这块结晶的结果显示，其内部有较高密度的崩坏能残留，难怪这些怪物会趋之若鹜。没错，我们要把它带回基地。不，还是我来吧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完成课题吧。如果再发现这种高崩坏能密度的特殊结晶，就顺带回收。别送，看那边又有怪物在吸食结晶，准备战斗。构装体怪物向我聚拢了过来，难道说是因为我身上携带的特殊结晶？雷电幻蓝斩，一击必杀。燃尽吧！雷电幻蓝斩！Fully charged。看来这些特殊水晶确实会起到吸引怪物的作用。不。结晶由我来统一保管，这也是战术的一环。我负责吸引怪物，你就可以从容不迫地从旁击破他们。如果分开保管这些结晶，就浪费了一个战术优势，不是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往深处前进吧。我感觉自己的状态越来越好了。Fully charged。前后都有怪物集群，你留在这里确保后路，我去解决前面的敌人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不允许提出质疑，执行吧，队员。那是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好好尽到身为队长的职责。你和卡罗尔，你们在逆境中的成长远超过我的想象，是我在这次作战中最大的惊喜。但反过来看，这也是我的失职。能够让队员毫无担忧地把后背托付给他，只要有他在就能感到放心和自信，这才是对崩坏小队的队长。这一次不要再独自背负，尽情地依靠你们的队长吧。前面的路由我来为你破开。重新出发。雷电幻蓝斩。这一次谢谢。雷电幻蓝斩。雷电幻蓝斩。雷电幻蓝斩。看来后面的怪物已经被你解决了，不愧是第三小队的未来之星。你怎么还有点不好意思啊？如果是卡罗尔被我这么夸奖，尾巴已经翘到天上去了。对了，这倒提醒了我，刚刚战斗的时候我说的那些话你可不要告诉卡罗尔啊。那丫头和你还不一样，
是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的，一次性夸他太多不利于他茁壮成长。嗯，你想叫我牙医老师的话，我也是可以特别予以许可的，是吗？那我们回去吧，预定的课题算是圆满完成了。保持警觉，队员。队长，我的月之环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震动，怎么回事？不会是要爆炸了吧？我的也是，突然就开始嗡嗡叫了。真的哎，我都没注意。这是月之环数据收集即将完成的提示。之前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来到盛放丹之前，博士和我说过，这次是月之环第一次投入使用，所以部分功能还处于未激活的状态。在使用过程中，月之环自动记录使用者的数据。当收集足够多的数据样本后，月之环会根据使用者的身体情况调试输出功率，并解锁新的功能。新功能？也不完全是新功能，之前在我们对阵 Locani 时曾短暂的开启过。月之环的隐藏技能，理想限制领域。哇，听起来好棒。那现在月之环在震动，其实是代表着……没错，当数据收集完全之后，我们在平时也能开启理想限制领域了。太酷了，有一种最终进化的感觉，就像魔剑神机里阿拉哈托解锁新能力一样。那队长，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？现在功能还没有解锁，证明数据还是收集的不够充分吧。现在还需要最后一步。根据月之环里储存的数据，博士们构建了一个模拟作战装置。在这个装置中，我们会见到过往已经遭遇过的敌人，一鼓作气击倒他们吧。这是解锁理想限制领域的最后一步，也算对这段时间做一个回顾吧。因为现在月之环中的数据暂不完整，所以如果想要构建出特定的敌人，你们还需在指定的虚拟场景中收集一些他们留下的痕迹。月之环中储存的都是已经遭遇过的敌人，相信再次战胜他们对你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不过战斗之中还是要多加小心，虽然是在模拟装置中的试炼，但是如果在战斗之中受伤了的话，也不会好受的。没错，而且一旦失败，这次数据收集就需要从头开始了。明白了，一次性把所有敌人都解决了就行了吧。但是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敌人呢？不管来多少，我都会通通打倒的。很好，很有干劲，加油吧。
告诉队长我在这偷懒哦。出发！哇！前辈，我带了零食，要来一起吃吗？哎！这么跑腿会变粗的吧？不要啊！前辈，这应该是当初的拟态怪物吧？居然连这个也能模拟出来，天命科技果然厉害。那这到底是装置模拟出了一只拟态了前辈的怪物，还是先模拟出一只拟态怪物再拟态前辈呢？月之环没有收集到拟态怪物具体是如何实现拟态这一过程的数据，所以只是单纯模拟了一只被命名为阿尼姆斯的敌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左右开弓！小提，我掩护你。一击必胜。燃尽吧！你就准备燃尽吧！重拳出击！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好的，队长。这个怪物我记得是叫做女皇吧，这个名字一定又是出自前辈的手笔吧。前辈应该是根据他会召唤仆从的特性来命名的吧，我记得他具有石化的能力，十分危险。了解了他的能力后就好对付多了，开始吧。月之环启动，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。一击必胜。左右开弓。燃尽吧，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配合。燃尽吧。月之环启动，小提，我掩护你。一击必胜。左右开弓。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，我马上。
好的，队长。队长吩咐。掉者怪物吗？原来是这个样子的，要注意这个怪物手中的武器，不要被击中了。燃尽吧。放心放心，让他尝尝第三小队希望之星的拳头吧。调查一下吗？内部的空间结构是完全未知的，要进去的话就做好准备吧。哇，我们要去哪？又是这个讨人厌的男人，哼，这次我还是会把他揍扁的。听队长说了不少关于这个男人的传说，不过如果只是模拟出来的数据体，那也没什么可怕的。数据收集已经基本完成，现在我为你们开启了模拟理想限制领域，这是最后一个敌人，也是最危险的一个，来试试在理想限制领域状态下击败他吧。嗯，好的，我们上吧，加油。呀，呀，出发出发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前面超级剑，重拳出击！来！一击必胜！燃尽吧！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废了。左右开弓！来！一击必胜！我将收集的数据存储在这枚芯片中了，现在把芯片插在月之环上，应该就能随时解锁理想限制领域。啊，原来只要插上这个芯片就可以开启那个什么状态吗？太简单了吧，我还以为月之环又会和上次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呢。先记下来，看下次计划能不能用上。队长在想什么吗？
虽然外表是朴素了些，但功能还是十分实用的。相信熟练掌握理想限制领域的使用方法后，会让我们的战斗轻松不少。那这个模拟作战系统，我们以后还能使用吗？可以，而且现在在数据充足的情况下，完全模拟功能将会开启，可供选择的敌人将会更多。好耶，这样心烦的时候就不用去城区里找小羊了。理论的东西就说到这儿，剩下的就留给你们在实战中感受吧。好的，队长。哦，我们要哇他们一定是被有意放置在这里的，但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？燃尽吧！左右开弓！来！啊！哈！哈！重拳出击！来！哈！哈！一击必胜！燃尽吧！全力以赴，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！一击必胜！保持警觉，队员。你好，前辈。
呀，志颖。我在听，志瑶。之前我在亚天魔城，我没看清楚是什么。不可能，我很确定那是一只生物。在这座城市里，除了我们，应该就只剩怪物了。所以我希望你和小。我的，那是什么？好快！志友，你看到那东西了吗？能在这地方乱跑的，应该不是什么大鸟吧？我很确定，这就是我当时看到的目标。会飞行的怪物吗？从记录的数据来看，它不应该有这么快的速度吧？难道是记录有误？我记得完善怪物数据的工作好像是你负责的，我的挚友。确实，圣方丹的怪物会自我进化，所以才会出现速度如此快的个体。如果能追上那只怪物的话，就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我能帮你们将它从空中击落，前提是你们先追上它。但狙击枪射程有限，如果怪物跑太远的话，我就没法击落它了，所以得抓紧时间。好兄弟，这项任务就拜托你和小提了。好的。是。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命中全出击。燃尽吧！左右开弓！玉之环，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！打不着！一击必胜！快走开！挚友，提米朵，情况怎么样？好像还不能直接抓住他，距离太远，一发子弹不足以让他丧失行动能力。不过他应该没法一直逃跑了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好的，好的，队长。燃尽吧！重拳出击！小提，我掩护你。抓住了！还真是特别的怪物，好快的速度。如果能把它作为坐骑的话，一定会很方便吧？真想骑上去试试。没什么，只是觉得这只怪物很奇特，有很多特性是图鉴里没有记录的。总之，我们还是先去和莱尔前辈会合吧，多亏了他才能把这只怪物击落。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！刚才我那一枪怎么样，志瑶？
那么远的距离，要求一击毙命也太为难我和我的狙击枪了。说起来，速度这么快的恶魔还是第一次见，明明是同一种类的怪物，为什么差异会这么大呢？这样的形容还真是符合你的风格呢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也算是我们当中的一种咯。开个玩笑，不过和同伴相比，我们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特点呀。比如挚友你的崩坏能适应性，还有提米朵的力气和独特的移动方式。不是。这是优点呀，提米朵。就像我精准的射击一样，我们能走到现在，是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力量的。谢谢。不过既然出现了一只特异个体，就代表着可能还有其他的变异体存在，今后的战斗得多加注意才行，说不定已经有更危险的怪物诞生在这座城市中了。先把信息和大家同步一下吧。队长吩咐的任务，这座星门里的构造，看来想要深入探索，需要费一番功夫。没关系，只要认真思考一下，一定能开启前进的路线。说的没错，卡洛尔。放心吧，队长，这里就交给我来开路。这样
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。请让开！好的，队长。请让开！不会掉下去吧？燃尽吧！你左右开弓！燃尽吧！三天，我掩护你。一击必上！你左右开弓！燃尽吧！好险好险！我马上。出发，出发！是。好的，队长。大家小心，这里的布局暗藏杀机。牙医队长说的没错，不想一脚踏空的话，还是多注意构造的变化。明白，慎重前进吧。一击必上！出发，出发！这条路
应该没有走错吧？我马上。重拳出击！啊！嘿！各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配合。一击必上。左右开弓，来！抓到你了！是，好多的剑。燃尽吧，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配合。左右开弓，来！燃尽吧。月之环，停！我来帮你啊，志勇。一击必上！重拳出击！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配合。一击必上。一定会完美完成任务。哇，打不着！师哥，对不起。先让开！别去还。我来帮你了，志勇。一击必上。燃尽吧！你就枕头舞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，前辈？准备啊！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我马上。哎呀，这可有些头疼了。怎么
么了，华少男？这座星门里的落脚点都悬浮在空中，或许我们可以考虑搭个便车。第二小雷星人大胜利，一击必胜。快走开！没事，重拳出击！燃尽吧！燃尽吧！全力以赴！跳，来帮你，这样。左右开弓！来！哈！
燃尽吧，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配合。秘境枕头，重拳出击！来！啊！是我赢了！一击必杀！呀，志颖，欢迎光临卡罗尔商店。前辈，有什么吩咐？前辈，有什么吩咐？前辈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啊？这件事情，前辈，你这怀疑的眼神也太伤人了。呀，放心吧，我不是要做什么违反纪律的事情，其实是拜托了前辈，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实在太难了。而且我们，我就知道你能理解我的，前辈你最好了。那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啊，为什么小提和花少男也在啊？啊，可是本来就轮到我们四个人一起巡逻。卡罗尔前辈，我给你添麻烦了吗？不是的不是的，小提你千万别误会啊。哎呀，笨蛋卡罗尔，为什么会忘了今天的排班啊？刚才那番神神秘秘的对话，完全没有意义了吗？这个氛围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计划瞒着我们？很可疑哦。前辈，你额头怎么流汗了？是觉得热吗？你也太不擅长说谎了。算了算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花少男暂且不论，告诉小提也没有关系了。其实，想要埋葬秘酒枕头四号。为什么想要埋掉坏掉的武器呢？以前我也和前辈提到过吧，我曾经养过一只小黄雀，还有一只小猫，他们分别是秘酒一号和二号，他们死掉之后都是我亲手埋掉的，我觉得秘酒枕头四号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三号呢？莱尔前辈，看看气氛。
我也知道四号是机械，但是他毕竟陪伴了我很长时间，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保护我。我想跟他好好道别。我是不是很奇怪啊，前辈？卡洛前辈，我也想帮忙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让我用狙击手的眼光为四号挑选出一个最适合的安息之所吧。小提，花少男。嗯，谢谢你们。卡洛前辈，你想把米酒枕头四号安葬在什么样的地方？最好是有绿色植被的地方。我想起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就在圣塔伦医院的下层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是之前出现过的新型构装体怪物。啊，我可不想再被他打针了。抱歉卡罗尔，看来我们得先解决这家伙。任务优先，全力以赴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配合。你左右开弓，没有队长压阵，果然很吃力。卡罗尔小心，他冲你去了。放马过来吧。哦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四号，你究竟……等一下，又有许多构装怪物接近了，恐怕是被呼唤来的。先移动到下层吧。早知道把相机带上了。哦，我一定会完美完成任务。这里也已经满员了吗？只能作战了。大家缩进防卫圈。米酒枕头四号又开始自主行动了。你是在保护我们吗？月之环，停，我们来帮一下队友。一击必胜，重拳出击。机会，燃尽吧！米酒枕头，左右开弓！超级卡！一击必胜！米酒枕头四号。崩坏能反应完全消失了。卡罗尔前辈，请不要太伤心。没事的，四号一定也想在最后和我好好告别，所以才……但是这里全是构装怪物的残骸，我不想把四号安放在这种地方。那边倒是有个挺适合的地方，你觉得呢？有绿色，还有阳光，就那里吧。小心，是会隐形的家伙。最擅长对付他们的博尼亚队长偏偏不在。等等，刚刚米酒枕头四号的那种攻击，说不定能管用。正中弱点，卡罗尔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多亏四号给了我灵感，赶紧解决掉他们吧。火箭拳，重拳出击。都解决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安葬四号了。为什么你比卡罗尔还要伤心呢？莱尔前辈，你说米酒枕头四号
是不是因为想要帮助自己的主人，才用最后的力气斗起来的？当然不是，大概率是因为碧凯里的智能芯片记录了卡罗尔的战斗数据，加上控制系统被损坏，这才阴差阳错自己启动了吧。莱尔前辈，你没有心。所以我不是什么都没说，再用温暖的目光注视这一幕吗？米酒枕头四号，再见了，谢谢你一直当我的同伴，保护我，和我并肩作战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，你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捡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？可能我就是这种惹事上身的体质。应该是福苏安地区搞的活动吧，可能是游乐园用来吸引游客的点子。规则看上去是这样的，只要解开传单上留下的谜题，就能找到指示下一步行动的线索。只要解开所有谜题，最后就能找到海盗船长留下的宝藏。第一条线索是俯瞰全城的硕大时钟，其实指向两点之刻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虽然觉得很有意思，但是我一向不擅长解谜呢。哦，那么这次不妨试着挑战一下。哎，队长，你是说我可以参加这个寻宝游戏吗？传单是在圣方丹发生异变前留下的，宝藏可能早就被找到或者收回了。如果这样你还是想尝试的话，我可以予以许可。真的吗？作为一名特战队员，具备一些初步的推理和解读暗号的能力也是很必要的。这个寻宝游戏或许可以充当这方面的训练。耶，这么有趣的训练可太难得了。队长，前辈，我们来比比看谁先解开谜题吧。有干劲是好事，不过我已经猜到一些眉目了。你们速度也太快了吧。给你一个小提示吧，卡罗尔，既然一条线索会导向另一条线索，那么谜题答案指向的很大概率是某个地点。地点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不用着急，可以利用我们执行任务的间隙寻找线索，说不定看到什么就豁然开朗了。嗯。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。
我们、啊、出发，找到了，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山岩的缝隙里有一个信封，一定是下一条线索。什么嘛，原来俯瞰全城的时钟是指摩天轮，两点之刻是指缆车运行到这个方向啊。做得很好，卡罗尔，而且线索还留在这里，说明宝藏有可能还没有被取走。嘿嘿，瞬间就有动力了，快看看下一个谜题吧。被三眼的巨人和盲目的巨人盯上的红瞳的巨人，他赖以矗立的脚跟，比第一个线索更难猜了。别急，注意观察福斯湾的各个角落，一定有符合的地方。嗯，我马上。队长吩咐的任务，一定。我服了，三眼和盲目是指路灯的灯泡，红瞳是指红灯，一般人真的能猜到吗？有难度的挑战才有意思。倒也是，恍然大悟的一瞬间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既然是脚跟，那下一条线索应该是在……找到了，让我看看。点缀圣泉之名的两簇鲜花，宝藏就隐于其芬芳之间。嗯，队长，难道说你有头绪了？能不能说来听听？卡洛尔，你不是要独立解开谜题吗？没错，已经是最后一道关卡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嘿，我来啦，宝藏！圣泉就是圣方丹，两簇鲜花就是指通风管道，一定是这里。成功了，我们真的找到了宝藏！哟看你兴奋的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不过确实是一次不错的训练。是啊，要不是那张传单，我们恐怕永远都不知道头顶上藏着宝藏吧。这就是俗话说的灯下黑吗？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快打开看看宝藏究竟是什么吧。一切正常。前辈，有什么吩咐？欢迎光临卡罗尔商店。好烦躁呀，会长痘的。前辈，你不会一直在盯着我看吧？我只是想看看，自己的发型有没有乱。
唉，我就是有点心烦意乱，照照镜子转移一下注意力，盛方丹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个金发男人现在在哪里？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？啊，想到这些问题就坐立难安，总觉得我都不像我自己了。哼，前辈又开始了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能耍帅的机会。哎，倒是很符合你的风格，明明和我差不多大，却经常把一些老妈都不会讲的大道理挂在嘴边。嗯，但你说的对，可能这就是长大吧。嘿嘿，在亚天魔城，布罗尼亚队长也夸我做得很好。别突然那么严肃啊，我就随口一说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保护你们是我应该做的。虽然没能抓住那个金发男人，但英雄也是需要成长过程的嘛。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，到时候我一定能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，从牙医队长那儿拿到优秀的。前辈有什么吩咐？一切正常，好像不太够了。队长，是有什么烦恼吗？不如和我们说说。莱尔队员，我正准备和你们说这件事，多亏了你带回来的那台电唱机，一天到晚连轴转，把我们储备的能源消耗得飞快。这哈哈，老式机器耗电好像是有点快，不过工作已经这么辛苦了，如果没有莱尔带来的歌声，大家肯定坚持不下去了吧。算了吧，华少男，我永远也不想再听到你的歌声了。喂，至少电唱机播放的歌还是很棒的嘛，而且布罗尼亚队长之前明明也听得很开心，是吧是吧，大家都很喜欢的吧。志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这都不是重点，总而言之，由于某些非必需的能源使用，我们现在的更换能储备有些不足。能源问题的话，我们不是有前辈在吗？嘿嘿。之前我们确实利用月之环转化了队员体内过量的更换能，但现在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再提取他体内的更换能显然有些太勉强了。好在更换能在盛方丹也不是特别稀缺的东西，去收集点红色晶体吧，这对你们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好的。虽然那台电唱机的能源消耗是夸张了一点，但能听到好听的音乐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对吧，提米朵？但是我们的能源还是留给战斗用比较重要吧。这我当然知道，不过之前一直有挚友在，确实有点缺乏节制了。都是因为你太可靠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只要收集足够多的红金就行了吧。提米朵，让我们来大干一场吧。好的。燃尽吧！机会！是！月之环，第二小队新人大胜利！对不起！
一击必杀。干得不错，但是还不够。毕竟布朗尼亚队长说了，是电唱机消耗了太多能源呀，所以我只好用努力工作来弥补过失喽。我一直惦记着怎么解决这次的能源危机呢，毕竟有一部分原因是电唱机造成的嘛。我们来城区收集红晶也不是第一次了呢，在赶来支援第三小队的途中也收集了不少。圣方丹的崩坏能比其他地方好收集多了。那为了提高收集效率，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真的要分开吗？我们在圣方丹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，总感觉这次也会有。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片区域看起来十分正常。但是独自行动的话，莱尔前辈你能行吗？提米朵，你说话也变得这么直白。果然是被卡罗尔感染了吧。不过我本来也打算和提米朵一起行动的，毕竟让女孩子独自一人陷入危险可不是我的风格。那我们就分为两组行动，大家都没意见吧？好的。是我赢了，燃尽吧！布罗尼亚队长，你……莱尔前辈，小心！室友，快看，有好东西！这里，燃尽吧！前辈小心！布罗尼亚队长好像被控制了，刚才我和莱尔前辈被袭击了。不，这不是布罗尼亚队长。布罗尼亚队长是绝对不会伤害我们的，我们大概是遇上了卡罗尔口中的拟态怪物了。小提，我掩护你。一击必杀。燃尽吧！真的是拟态怪物变的队长，大意了。提米朵一见到布罗尼亚队长就放下防备了呢。我不是，对不起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且我也没有看穿怪物的伪装呀。还以为布罗尼亚队长是真的生气了，来监督我有没有好好干活呢。多亏你来得及时，挚友。接下来还是大家一起行动吧。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这次确实是我判断有误了。幸好大家都平安无事，
不过要是队长知道圣方丹内有一个自己的复制怪物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总觉得前辈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兴奋。还真是老样子，总觉得你和布罗尼亚队长有时候很像。不过红晶已经收集的足够多了，回去向布罗尼亚队长汇报吧。这条路应该没有走错吧？好的，队长。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。好的，队长。布罗尼亚队长，我们完美完成了任务。不过你和提米朵好像都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次任务应该没有这么危险吧？出现了意外状况。意外状况？拟态怪物？这次被拟态的又是谁？在本人面前说出这样的话，怎么看都很奇怪吧？我的拟态怪物吗？要是能亲眼观察一下就好了，说不定以后的企划中能用到呢。队长怎么不说话了？不会是生气了吧？我只是在考虑这次事件的影响。毕竟拟态怪物是比较少见的种类，下次遇到这种突发状况，记得先通知我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我在怀疑你们的能力，只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明白，布罗尼亚队长。有吗？执行任务中的我一直是充满热情的。你看，这次任务我们收集了不少红晶呢，这下能源应该不会不够用了吧？带回来的数量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那队长，电唱机是不是可以继续使用了？在不影响我们任务进度的情况下，我不反对适当的娱乐活动。哇，太好了，音乐万岁！只有刚才我在圣方丹找到了《黄金之泉狂想曲》的黑胶唱片，我们现在一起去听。等下，莱尔。还有什么事，布罗尼亚队长？任务报告中写着拟态怪物的第一目击者是你。准确点来说，是我和提米。留下来给我详细描述一下见到布罗尼亚队长拟态怪物的经过，以及为什么你会比其他人先遇到目标。这只是我先一步注意到了而已，布罗尼亚队长，要不下次再给您解释。志友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你好，前辈。呀，志友。哎，是我，你的好哥们儿。嘘，别惊动了队长。哦，不对，他们出去巡逻了。来来来，快看看我在城区里找到了什么，大丰收啊！威士忌、龙舌兰、朗姆、雪莉，哥们儿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宣布，天命祝圣方丹酒吧正式开业。你好，今日的第一位顾客，请问要来杯什么？酒保莱尔克洛迪，竭诚为您服务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好像比我小一些来着。我的推荐是
先来一杯清爽的无酒精软饮。请用，先生。看着像吗？放心，只是姜汁汽水里调了些薄荷糖浆。只是杯软饮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可惜手头的材料不够，不然我还可以做些佐饮的小食。多谢夸奖，是不是很怀念我做的芝士锅呀？这可是我的人气秘诀。不都说下得厨房的男人更受欢迎吗？我6岁就会生火做饭了，哼，简简单单一杯饮料还不是手到擒来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就给你多露几手。哼，不是吹嘘，我的手艺可是连空姐都……我们回来了，队长小提，欢迎回来。这个我们只是在休息聊聊天，绝对没有怠慢留守基地的任务。快把杯子收起来。看来这个临时吧台很合你们心意。哦，说的没错，这样我们现在就出发。等一下，正好有些渴，来两杯吧，当然要无酒精的。马上就来。哇、哦，还以为肯定要被骂了。博尼亚队长比看上去要讲人情呢。啊，队长，既然这样，不如让我来给你调一杯清凉解渴的吧。哦，小提你也会调酒，这还真是看不出来呀。哦，不是的，那个，我只会调一种饮料，以前在网上跟着教程做过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好了，我也做了两位前辈的份儿，不嫌弃的话，请……那个，如果不合口味的话，不用勉强喝下去。别担心，小提，就让我这个调酒大师来给你提一些改进意见吧。啊，这是天才之作。你真的是新手吗？是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做。队长和前辈们喜欢就好。我输了。只有让我思考一下人生。前辈，有什么吩咐？